So we were talking about, I think you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you returned to Beijing, but maybe we can go back a little bit about when you left. You went to New York in 1987, is that correct? 88. Mm. And then you stayed for approximately 8 years? Like 6 years. 6 years, well. Yeah. Mm. Could you talk about maybe some of the reasons you left? 就是当时我离开中国其实就是陪读嘛，就是陪我先生就是陪那王功新去读书什么的，没有别的想法。 但是在第二年就六四发生了, 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 Yeah, that's like the Tiananmen moment. Yes, exactly right. Yeah, that was 1989. Yeah. So, 后来就不能再学习了, 因为他当时的那个学士就是政府给的钱, 后来政府就不给钱了。 So then I think you began to work in textiles, is that correct at some point? After like 1 year, around the 89 or 90, I doing the textile for the living. And you stayed in, well, you were in Williamsburg, I know that, and you stayed in New York. Did you find that the art scene was interesting for you at that point? I mean, was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you stayed, or just because of, political, economic necessities? 我对Williamsburg非常有感情，我觉得就是 我首先是在那边找到了一种就是学习，那个时候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各个国家的艺术家都在Williamsburg聚集，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就是对艺术的一种态度。So then you came back to Beijing in 1995. And I 1995, right? And then 1996. Okay, but then at some point, I think it was in 2001 when you opened that space, it was your home, right? In central Beijing. You know, I was there. Oh, really? Yes, it was incredible. It was a huge open loft. And 我刚从那个纽约回来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就是都是，因为就是政府抓得很厉害嘛。 我们算是地下艺术，当时是这样的，他就是把一些诗人或者是艺术家，他就经常是这样的，只要你开展览，所以什么的，就被抓起来，或者你有聚会就被抓起来，我记得马六明啊，张环啊，还有我们做很多作品啊，什么都是被抓的，我记得就是在九。 95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就是中国美术馆的一个中国美术馆，就是National，应该叫National Museum，我就National Gallery，我们有一个展览，那个展览就是，他不让那个装置艺术展，我当时刚刚下飞机，我怀着孕，然后就刚下飞机就不展，不完展刚刚不好了，他就让我撤了。 But this space also was a place, I think, where maybe the whole Chinese avant-garde video started. Is that with your husband and it became a really, like, I think, an important center for artists to gather. Is that right? And you fed a lot of people too. I think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都，可是我们比较幸运，我们每次做活动就是在我们把我们家里，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四合院，当时还有一家人，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去的一家人，还跟我们住一块儿，但是他还就是比较原谅我们。我们每次做活动，差不多。 就是所有的，我们就打很多电话，我记得我打200多个电话，然后整个就是北京的这个 Art Circle 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边，都来了，每次都是这样，我比较幸运，我觉得我没有被警察抓起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So it was a very undercover place. I mean, it was never publicized. People, only the artists knew about it. How did you keep a very low profile? 我其实挺高调的。我基本上，因为我觉得我当时非常高调。其实我就是打电话，基本上北京就是在北京所有的外就是跟这个有兴趣的外国人，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记者，外国的记者。 还有一个那个，还有就是所有的基本上的艺术家，当时北京这 Art Circle 也很小，就基本上都来。
So you were a pivotal point, right? Mm-hmm. And you said that the art world, the Beijing art world, was very small at that time. Could you tell me how many contemporary artists were involved? 其实对这感兴趣的超不过200人。 200人。 他其实就是艺术家也超不过50个人。 And now? 这个 now 现在这个 你想想 每年他这个 就是 考这个学校都5万多人， 就是考大专院校这些都是很多很多人。 现在这个circle 我觉得我自己都算不出来， 现在就是在这一代住的， 就是在我们宋庄住的， 差不多就是注册的这个艺术家 差不多有1万多人。 他从各地来的， 当然不见得是做当代艺术的， 就是 他就是注册的艺术家， 他有可能做油画的， 有可能做国画的， 他大概有注册有1万多人。 我觉得当时我们没有被政府抓的 有2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说， 首先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是说做行为的艺术， 这是第一个。 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更关注艺术本身，并没有什么的很更多的，就是说，要为了这个出名而和这个政府敌对的这种态度，就是非常关注这个，关注艺术的本身的一种态度。 但是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好些有一些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还是被就是政府管得很，就是监督得很紧。比如说立宪厅他们，然后他还没做展览就被关掉了，他现在还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就是针对个人吧，就是针对你的就是你个人的这个 attitude， 他看就是说他管还是不管。可是这些费用在其他的 gallery 或者在其他的 地方演出也没有问题，也没有什么太那个大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是看人的。Do you think it's different? I mean, is it somewhat better now? 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说，比如说他的 attitude， 我觉得他有他的立场和 attitude， 那你的 attitude 在一个什么大的框架上头，他是被那个那什么的，对，我觉得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 每个艺术家的态度都不一样的，有的艺术家他就觉得应该是把艺术作为一个媒介，把这个参与进来，那他觉得这样的能更多的人关注或者是什么的，那也有就是说我们像我觉得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样的艺术家，我又觉得更以艺术的本身来艺术的状态来改变这个。 改变文化或者改变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基本上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同的态度。当然我们我记得后来就我们做完在那个时候做完很多活动，就是当地的那个就是应该算是比较隐蔽的警察吧，叫暗警啊或者什么，他找我们谈过很多次。 对，但他们谈话的技巧特别好，就是他们谈话技巧啊，他不会直接这样的问你啊什么的。然后我们也就是他们，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北京人嘛，所以我们也会绕着就是说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就还是就比较安全。我们在这个之后，就是在我们做完我们的<咳>的院子之后。 就在院子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之后，后来我们就，因为我的弟弟就opened北京最大的这个，就是夜店，就等于是 club，然后他就把2层整个腾出来让我们做这个，loft new media，我们在那儿做了差不多，包括演出，包括 DJ 请的国外的人，包括 DJ， 包括 film。 包括舞蹈，包括所有的就是当代的这种评论，还有电影什么真的，很多首映式都在我们看那儿开的。我们做了大概就100多场这样的活动，很多那些所有的开幕的演讲都是在我们那儿做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问题。我们大概是在
97年，然后一直到就是大概是2003年。 So do you think the, well, China has changed a lot in these past years. Do you think that the artists are, and their subjects are much more commercialized, much more commodified? I mean, do you have any thoughts on that?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啊，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艺术家，其实当时对这个政府的这种政治上的抗争，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式， 我觉得90%的艺术家或者99%的艺术家都能坚持下来，都能就是说保持他的attitude，或者都能有这种决心和毅力，或者是有一种 fantasy， 或者有一种理想主义都能坚持。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面对市场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没逃离这个东西，这个诱惑太大。 But a lot of artists have become very successful and become very, very well, wealthy. And you're not doing badly. 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没有。这两天正好我在整理我自己的整个的这个东西哈，整个整个整理我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的作品。 因为我很少自己回头看一些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很大，就是这个变化特别明显，就是受到这个市场的波及的这个心态很明显。You've been impacted by it. So in what way? 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说，它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建立哈，就是我们就逃离不了任何一个这种，不管是就是说应该是它是一个健康的系统也好，或者不健康的系统也好，还是怎么样，就我们谁都逃离不了这个系统，就这个系统太强大了，你知道，都不可能就是回绝任何东西，你知道，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就看我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历程。 我觉得还是受到这市场的运作还是非常的厉害的，虽然我已经在这边基本上不见什么朋友，也不参加的很少吧，参加的比较少的一些活动，尽量不受到这个影响，但是还是受到影响。我觉得我的作品的，就是其实我的 installation work 大型的installation没有并没受到很多的影响。 但是我有一些作品可能是就是市场比较能接受的，比如说画面的，或者是把画面变成三维的这种作品，市场是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我觉得有好有坏。好的一方面，我认为是好的一方面可能是就是说我对于这个东西的，就是说我更愿意探求一些，就是说。 它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社会或者是 fashion， 或者是我们的品味的走向，我更愿意往这方面探求。比如说，我做了很多颜色的东西，我做的更加细腻，我做的更那个那什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更相反的，可能是更相反的一方面，我自己也在。 就是找这样的一个 balance， 这个 balance 怎么能把这个 balance 做得更有意思、更完美，或者更往前推进一步，而不把它做成一种对自己有伤害的，把它看到一种对自己有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艺术家不可能就是脱离社会哈，而且我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的这个 fashion 或者是 textile， 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觉得这是我的个人的这种一个经历，个人的一个 experience， 这个我对我影响特别大，所以我特别愿意把这个东西带入到去怎么就是把这个东西融入带入到我的作品当中来。 这个是我特别愿意尝试的，同时我就觉得我还是愿意把中国的，就是说一些现在的一些问题啊，现在一些状态呀，还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到底能怎么能跟社会的一些关系，就把它怎么能融在
从材料当中和从这个当中。 怎么去能体现出我的价值，或者怎么融入进来，这个是我一直在非常严肃的在追求这个问题。 If they'r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s and not political, I mean, sometimes the social and the political are not separable. 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东西分开的。对。 So you don't separate. You don't separate. 我从来没有分开过。我觉得就是说，对，我觉得就是说，其实。 按照我的这种条件和我整个的这个那什么孩子的这种状态，我完全可以离开中国去到纽约去。之所以我不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片土地还有一种 energy，我能抓到这种 energy，同时我能抓到它这是最冲突的一面，就是这个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有它的变化，就是社会的变化。 就从这几个方面，他最能打动我，最给我一种冲动的这一方面，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觉得没有离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You were one of the first Chinese women artists to have any kind of international profile, and I think you started showing internationally in 1997, around then, 1995, mm-hmm. and you know, so you're very fortunate. I mean, that's not the other. The question is, how many Chinese women artists are there these days? Let's say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days. When I saw Inside Out in New York,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ws in New York,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out of quite a few artists, hundreds. I mean, there were maybe, I don't know, 10 or 11 women. So do you think you have perhaps led the way? And do you think that, you know, some of this has changed? I mean, I'm sure there, I know there are quite a few women artists, but do you think it's been a really noticeable shift that there are more women artists now? And does that signal something? Mm-hmm. 我要是没回答呢，还你提醒我一下啊。然后我现在就说，当时我是应该真是我是第一代就是做当代艺术的女性艺术家。我们当时大概五个，可能八个，现在其实只剩下两个到三个在做。我认为另外一个可能还不完全应该把它放在一个当代的一个。 一个基本上就是我和尹秀珍，剩下就是我们两个人了。就是我们这是第一代的，但现在很多了，现在特别多的艺术家，而且胆子很大，而且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较幸运，就是外界就是就像你这样的态度，或者是像别人这样的，必须加进来一些女性的艺术家，在参加很多的这种群展的这种统治。 就是等于是给我们很多鼓励，给我们很多支持，让我们俩一直坚持下来。Just to clarify, there are of course lots of young, I think very good young women artists, and they're showing, you know, all over. Don't you think? Yeah. Yeah. Okay. So, and that's a big shift. That's a big change. 对对对 ，That's big change. Yeah. 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是。 我觉得我就在观察尹秀珍，因为我们交流特别少，你看都很忙，然后各自有家庭，我们交流特别少。但是我发现她的作品和我的作品就已经，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啊，想到你自己是一个必须载有女性问题的这种艺术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只是就是表达一种直觉，或者是表达一种我们是艺术家，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到现在就是说，像你这样的，就是说，记者或者无数个记者或者无数个评论家，他不断在问你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让你有一种思考，就不得不让你有一种态度去观察自己或解决，好像是必须要解决，必须好像是要必须解决的这种问题，就女性问题。 Well, you and a lot of Chinese women artists, actually even a lot of European women artists, unlike, I think, American women artists, do not want to talk in terms of feminism or women artists. And I think maybe now you are perhaps changing, as you said, that you now might want to
think about that, because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real issues in there, right? 是, yeah. 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就是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在九月份马上要做这个展览呢。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 ，curator 在跟我商量的时候，我看他写的那些 proposal， 或者他写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他的一个他想他的一个 speech。嗯，我觉得他的那个观点就特别有意思。他的观点就是还在停留在就是说这个 feminism 啊什么的这些当中，所以我就一直就是跟他在讨论，我就说哦，能不能？就是后来我就说我能不能定这么一个词，就是我到逃离 pink， 就是逃离这个颜色，我就是觉得是我能不能逃离这个去按照我随心所欲的一个态度去做艺术。但是他特别逗，就是他的反应没有什么反应，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就是说当他把你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 curator 或者一个什么样，他把你定义在这个东西当中，他找不着第二种方式去把你放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或者放在一个很平常的平常心的一个角度去看待你。 I mean that's the usual reluctance to be, they don't, most, a lot of women artists do not want to be categorized, they want to be considered an artist, and they don't like that distinction or that separation into, you know, a woman and then an artist, whereas men are just artists. But still,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reality. So you might acknowledge it. And just looking at your show, for example, 2 years ago at Lelong, you know, with those huge hoops, embroidery, men don't do that usually. Yeah. I mean, some men, of course, might, they do embroider, but it's pretty much considered a feminine thing. And then and every word on it was about a woman. I mean, it was a word that described a woman, one aspect of it, and in a way it was almost like Jason Rhodes, you know, except his was much naughtier. They were more scat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women. But still, so if you looked at it, if I were to look at it, I would think, oh, this is a work of a feminist. 对。So, 我大概在应该在四年五年之前。有一个就是理论家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就说你能不能就说不遵照你内心的一个反应，就是不遵照你内心的反应，仅仅是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或者从社会的角度去做一些东西。他这个谈话特别短，其实可能就跟我谈了大概有两个小时，不到两个小时。但是我对我的这个就是对我的这个触动特别大，这那以后我就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就是违背我正常思维或者违背我正常感觉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你谈到的那个大的那个圆的那个作品，和包括我现在马上要展的这个作品，已经做了五年的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这个框架下的，都是来自于这次谈话当中的一个东西。我这个还没说完，我觉得这个经过这五年的这个反复的这种就是好像是一种斗争，就在内心当中的一种斗争。这个斗争我自己认为是对我伤害挺大的，对我自己的创作伤害非常大。我就觉得应该是还是尊重，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我自己的一种情感，就是还是尊重我自己的一个来自我自己深处的一个叫什么，一个那个直觉去来做作品。还有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在我很爱看一些就是说我很爱看的读的书，不是艺术方面的，我还看的书是好像比如说我们怎么对待就是去对女性的犯罪，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对待一个当一个事情，比如说当一个女性被这个
比如说被这个性骚扰以后，他的这个东西，他的这个法律的反应和他这个法律的反应和他这个就是正常的民众的反应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样的状态，这个艺术家如果从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出来的东西，感受到的东西，那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直觉的东西。Let's talk about thread. 我觉得在我这个岁数当中，可能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经历，只有我这个我生长的时代，那是一个物质非常缺乏的时代。我母亲就是所有的这个 sewing，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要亲手做的，而且她的那个线的这个东西必须是自己，它是散的，它必须是自己一点点弄。他就把我拽过来，他就我很小，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就让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对这个线的这个是有一点又很熟悉，也很爱，也很恨。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好像我培养了一个就是一个耐心和这一个工作习惯，好像就是他的这种工作习惯，他是就是说是慢慢在生长出来的。慢慢是，你对这个材料的观察，你可以就是说，它有多方位的一个观察，所以培养了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同时呢，你就会发现这个 material， 如果就是说它会就在你不同的一个态度之下，它会改变，它会变化成，改变的非常大，它的扩展性非常大，我可以把它做成任何一种我想表达的一种东西。对，这个只是从材料方面讲，我也如果要是从我自身来讲，我就觉得是我从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从自身的身体的变化，从自身的一个态度和自身的一个社会性，对，我现在我觉得是比较自由的状态。